感谢认识你，你充满我的心。爱情好神奇，有时不需要言语，生活里默契让我们都惊喜。许巍婷吗？哦，许巍婷，好久没看到他哦。那个镜头。对，机身有差。加税吗？不用税，不用税，因为外国人全没办法。哦。希望你能不能够幸福下去，然后你的身体也要顾好，然后我会到时候再约你出来，然后我结婚你要不要多一点哈？好，谢谢，拜年好了。我们今天终于结婚了，我们一定会很幸福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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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兴你，我们经过12年终于能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就是结成连理这样子，然后还蛮高兴，也很谢谢你陪我走了12年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好好的永远在一起，然后未来的几年，希望我们还是一直牵手走下去，谢谢。我想要艳字分明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从此刻开始即将建立的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各位嘉宾再次给他们热烈的祝福掌声，谢谢，非常非常恭喜我们进入幸福小门口，艳字分明于请亲人上来。干杯！谢谢，谢谢各位嘉宾，谢谢。好的，最后我们听众朋友们，再邀请我们双方主任的及两位新人，再次以深深的鞠躬，向各位嘉宾的莅临祝福表达再次的诚挚的感谢之意，鞠躬。谢谢，谢谢各位嘉宾，请双方主任入席。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幸福小两口二次进场。
想法？要幸福哦！拜年好了，祝你们拜年好！拜年好了，要幸福哦！祝福你儿新婚快乐，然后永远幸福。有问题要多沟通，好，人生旅程就是这样，绝对会有问题的。啊，问题不，其实那不是问题，是彼此之间的那个了解还不够。恭喜你们，跟爸爸讲的一样，有事先用沟通的，家以和为贵。Thank you.